近日，搜狐视频则发现大忙人徐峥终于带着陶虹共赴饭店享受大餐，力证关系稳固。当天吃饱喝足走出饭店的徐峥，头戴一顶灰色棒球帽，身穿灰色印花 T 恤和迷彩裤，举手投足间颇有一番搞艺术的风范。紧随其后跟在徐峥左侧的陶虹则素面朝天，身穿一身白色雪纺裙的她看上去并不显眼，因为没有化妆，一双大眼睛也显得无神。徐峥走出饭店时，一边昂首挺胸大迈步，一边手拿手机举在胸前，时不时飘几眼，看上去有无时无刻都在办公的面貌。向外突出的大肚子也示意着徐峥最近在应酬中吃得有点多。两人找到自己的座驾后，陶虹直奔驾驶位担当司机，徐峥则心疼爱妻不让其劳累，示意其在副驾驶坐着放松就好。不过心意已决的陶虹也是个倔强的种子，执意上车打开了车灯，无奈的徐峥只好享受老婆亲自驾车的待遇，登车而归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上网看好声音，就在搜狐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万茜。